各位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正在播出的热线十二，我是朝东，向善行致敬，为爱心助力，继续重温历届 CCTV 慈善之夜年度慈善人物故事，感受榜样的力量。我们常说啊，科技改变生活，同样科技也改变了做公益的方式。科技的进步让公益慈善变得很简单，简单到只需要用手指轻轻的那么一点。腾讯公益慈善的这个路上，发生最重大改变的，应该就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的同事连夜快速开发了一个捐款功能，两天的时间，史无前例的，中国2000多万人给灾区捐了，也是2000多万的资金。所以那之后呢，我们就在思考，腾讯做公益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我叫张景天，今年11岁，就是上学前班、幼儿园的时候，动手能力跟别人不一样。老师不有体能测试，然后让我们就是跳绳。希望有一只健康的手。他就是从出生的时候就那样，手腕和手掌是都没有的。有一篇作文里写的是，我希望有一双健康的手。他这个有左手的愿望其实很强烈的。腾讯做公益就做，通过互联网能够帮助公益发展，帮助中国的公益做得更好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开始全力以赴打造腾讯公益平台。我们基金会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跟这些大型的公益组织一起去交流，怎么样把他们项目做得更清晰、更透明。每个月会给每一个，哪怕你只捐了2块钱、5块钱的这个捐助人，都有一封邮件去反馈项目的进展。高兴就是说我啊，左手要能动。戴上了之后，手指啊用得特别好。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还谈不上成就感，就是你在这里面做的越多，你会发现说，真是需要帮的越多，而且你会发现说，越多的事实际上是需要更系统去解决的。中国目前的这个公益发展阶段呢，有些是很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的，比如说疾病，比如说贫困问题，但是呢，又有一些呢，是一般社会公众啊认知和了解不多。在这方面的投入也不多的，比如说文化、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始了解长城呢，就是去走野长城，就会发现说非常多的这个宏伟的长城实际上是很废弃的状态，而且破坏一年一年在加剧。
未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除了大家传统的公益项目，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有这么丰富内涵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东西的保护。那么互联网的技术，未来的科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整个社会不仅仅说某一个人做好事，而是大家都做好事，大家都形成共同的善良的价值观，去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用科技连接信任，让每一个微小的善行都更有力量。用科技连接信任，让善行更有力量。以郭凯天为代表的腾讯，用智慧诠释了企业担当。郭凯天也因此荣获了第五届 CCTV 年度慈善人物。点击传送，亿万人的心弦在指尖波动，一颗颗水滴汇成大爱潮涌，公益至上，隔阂消融，人人慈善，海阔天空。互联网的力量造就了文明的生长和恢宏。 CCTV 年度慈善人物郭凯天。郭先生您好，欢迎您。我记得您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说科技会让人更加慷慨。那在未来，科技和互联网进入到公益之后，未来会是什么样？您来跟我们描述一下。像大家都说互联网改变公益，科技改变公益，实际上我作为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实际上公益也在深刻地塑造和改变了科技。也就是说未来的科技，人工智能也好， AI 也好，应该都是让人更强大更自由。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互联网插上了公益的翅膀，它会变得更加有情怀；当公益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它就会变得更加澎湃。我再次掌声送给郭先生，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华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刘正荣为 CCTV 年度慈善人物郭凯天颁奖。谢谢，再次祝贺郭先生。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金锦平教授，欢迎您。你好。对，其实呢我们老做慈善都知道，做慈善不是简单的事儿。对，你要么有钱，要么有能力，要不你还要有时间。嗯，而现在呢科技的确改变了一切，只需要手指那么轻轻的一点，慈善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嗯，那对这种科技推动慈善的发展的这种行为，您是如何评价的？对，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慈善，因为慈善本身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对。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你的移动端，然后就去发现需要帮助的群体，来这个去奉献你的爱心。嗯。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像腾讯公益，它不仅仅说只是要你去捐款，它还让你变成理性的捐赠者，提倡理性公益。所以科技不仅说让我们变得捐赠变得简单，更重要的是让捐赠变得有效。嗯。也应该能够让这个慈善变得更加的透明，对，都在那儿挂着，是吧？是的，随时可以查阅。嗯，好，谢谢啊。再次来看同样有担当的一位企业家，他被称为废纸女王，多次登上富豪榜。那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他让自己的造纸厂实现了环保造纸，通过捐助各类公益活动，他用财富反哺社会。对，把这个项目坚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其实很多农村的小孩上学都挺可怜的，吃一顿饭都能晚上回来吃饭。对对对。可这顿饭对他来讲太重要了。你就像你们深入下去了解他，哪些是需要帮的，哪些可以帮到点子上的啊？对，这是非常重要了。爱心午餐的话是在2010年，八所学校里面呢给他们配备齐了一个食堂，从他们里面选择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这些学生，定期的资助他们爱心午餐，解决了这些孩子中午吃饭的问题。这个项目我们也是持续坚持了好几年，
通过我们后面的多次的这个回访，了解到这些孩子由于吃了这个爱心午餐之后身体好很多，整个的学习啊精神状态都比原来好了很多。哎呀，这个大，这西瓜真不错，今年这个。对对，这真的不错。真棒。对。好嘞，哎，可以了。我觉得这九龙一顿这种文化给九龙的员工啊，一个思想引导非常重要。终于工作了。啊，自己种植了这个有机瓜果，绿色环保的。我觉得就达到一个目的嘛，要大家喜欢这个，喜欢做善事儿。你一个人呢，不是为自己活的，要为这个社会能做点什么。造纸来讲，我说我们包装纸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可以说是环保造纸啊。咱们将不将这个废纸捡回来以后啊，回收过来做出这张纸多好，你看是不是？你九龙班是2004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一个教育扶贫公益项目，到今年已经14届了。这些九龙班的孩子都来自贫困的家庭。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可实现就业。通过这个11年的努力的话，我现在是一名3级技术员，这个再上去就是工程师了。就是我14年结婚了，15年的话，我们小孩子出生，一个女儿出生了，小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九龙造纸来讲，完全是国际化造纸，说他在这里学的造纸也是一个接近的国际标准这么一个。可以说，九龙班不仅为企业，更是为中国造纸行业培养了一批具备专业知识、环保理念的人才。根据咱们整个废纸的结构，啊，如果比例上升的话，对应的这个 COD 的总量会提高。对 ，COD 的总量如果超过咱厌氧的总的处理负荷，就超了。那你要想法把它弄走了。要控制或者均衡。对对对对对。可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造纸当时是用的麦秆浆、草浆，你到哪工厂就流的那种黑水啊、麦秆水啊，说那种给大家的印象，造纸就是污染。2003年，集团就实施了垃圾焚烧，废纸进来以后，除去是零的，水我们也是。这么多年，国际上最先进的就是做到5级的排放标准。废气的话啊，在3年前我们率先开始加盖封闭，异味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管道抽出去，把它处理掉了。所以来讲，在水也好，在这个烟气处理也好，我们都是优于国家标准。我们环保来讲啊，我们的理念是没有环保就没有造纸的。那同样，我们倡导是人人公益。我说只有有企业在就有公益在，我觉得环保和公益来讲，它俩都是一个循环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不仅是我们这代人努力的方向和愿景，更是我们伟大祖国美好的未来。没有环保就没有造纸，没有教育就没有希望，这是张茵一直在努力践行的理念。他也因此获得了第5届 CCTV 年度慈善人物。财富如水，向低处湍流，汇入大海，才是它的价值所在。济弱赈灾，用浪花唤醒希望盛开，只写春秋，用绿色点亮行业生态，一种大爱，
发于血脉，长于时代。 CCTV 年度慈善人物张茵。张总好，您和您的企业做的都非常的成功，您怎么看待一家企业的最终极的目标？企业经济效益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企业的价值是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员工负责，对股东负责，对社会负责。同时我们倡导人人公益的慈善理念啊，引导教育员工，传播大爱，这就是企业价值的所在。我们从张总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企业家心系天下的大爱，那么我们也衷心地祝愿您和您的企业能够再上一层楼，为我们的社会奉献更多的爱心和温暖。好，下面呢，我们掌声有请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为 CCTV 年度慈善人物张茵颁奖。好，张茵的故事看完了，金教授，您怎么理解张茵的环保加公益的理念呢？事实上，造纸业它的确是一个特别容易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业。所以对于一个这样一个产业来讲，它首先要尽到它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我们讲的法律责任啊、经济责任，然后才是捐赠责任。所以呢，对于张茵女士来讲，她首先要确保她的企业啊在环保方面做得非常的合法合规，甚至能够确保对环境无碍无害。在此基础之上，再尽自己的能力去捐赠给社会，去从事教育方面的一些公益活动，把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才能说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对，其实您的理念呢，您的评价跟张茵所做的是完全一致的。对，您看这个张茵，她说叫没有环保就没有造纸，而不是说你先造纸，然后污染了环境，挣了钱，您再去救赎自己的心灵，去做一点慈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在知道问题之后再去解决问题，而是说我们首先要把问题给预防起来，那是问题不至于产生，这个对很多企业来讲都是一样的。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老人，他呀从不认为做慈善一定要多么的高大上，如果能够日行一善，就像陪陪爸妈，然后您说点话，然后给爸妈洗洗脚，这样的小事儿也能够给社会带来满满的正能量。我叫马林生，徐静山。我爸说我几个人，女儿在家里，家里想，他们在那工作，忙，家里没人，家女儿的嘛。他不来，我打电话。想要想的。在新庄中心敬老院里，住着近百位像马林生、徐俊山一样缺乏子女照顾的老人，石桂珍是其中最高寿的一位。我100岁，我的儿子嘛83岁，那么丈夫嘛60岁。虽然已是百岁老人，石桂珍仍然每天自己打饭吃饭。时间都去哪了？只是每当提到他的子女时，老人总是沉默。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空巢老人的问题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作为龙力奇集团的董事长，徐之伟身体力行。我也是花甲之年了，我能真切地体会到老人们的无助感，需要人来帮助他们。
面对整个中国逐渐增加的老年人口，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孩子们的陪伴与沟通。子女都能帮老人协调，可能也能提高家庭的和谐跟社会的和谐。通过孝行唤醒孝心，这就是徐之伟的慈善之道。当然，在推崇孝道的同时，徐之伟也关心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2012年3月28日，龙立奇爱家眼科慈善基金会成立，对贫困家庭的携弱势儿童进行帮助。过两天爸爸带你去看医生，啊，看你给你看眼睛，哎，你看完眼睛咱就可以好好上学了，就可以看清楚东西，好不好？画面中的女孩名叫王子涵，是先天性斜视患儿，今年已经6岁了。她在等待一台已经期待了5年的手术，因为家里贫困，手术费借了又借，手术的时间拖了又拖。家里东西能卖的卖卖，朋友厚着脸皮多借借，有时候借上一次借两次，第三次真不好意思再借了，但是还得借。王子涵的爸爸王以安在苏州打工，除了女儿来苏州治病，其余时间都是王以安的妻子带着女儿和儿子在山东的乡下老家生活。晚上从来不打电话的，不敢打电话，我手机里都不敢放女儿照片。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王以安的肩上，唯一支撑他的就是一定要给女儿做手术的信念。徐之伟听说后立即协调医院给王子涵安排手术。眼睛是一个人的心灵窗户，假如说能帮助他们在视觉上提高，相信他们的人生会更美丽。王子涵的手术很成功，经过1个小时的等待，徐之伟见到了从麻醉中醒来的王子涵。上学了，好。一个企业的发展是依靠社会各界来帮助支持的，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发展以后啊，做力所能及的慈善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在徐之伟的帮助下，137名斜弱势儿童恢复了视力，100名贫困学生完成了学业，1300万元善款捐向了地震灾区，30年来超过5亿元资金反哺社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正是这份赤子之心让徐之伟成为第三届 CCTV 年度慈善人物。有请 CCTV 年度慈善人物徐之伟。端一盆温水，暖一暖长辈的沧桑，洗去疲惫，进入静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前辈圣贤的教诲，你念了又念，绝不敢忘。热烈的掌声祝贺徐之伟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做慈善和公益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您或者是您的企业，恐怕都有很多的收获。可是今天我们想问的是，如果不做慈善，您或者您的企业会失去一些什么？我做这个企业已经30年了，企业做慈善能获得社会的尊荣跟信任，所以一个企业发展啊，应该有善同行，有爱才有一个企业始终发展的可能。这是和爱同行的一条路，因为付出了爱，我们也赢得了更多的尊重。我们谢谢您和自己企业付出的这些努力。
徐志伟曾经还说过，公益之心呢，不一定要多么的高大上，做力所能及的事儿就行了。那金教授，您怎么理解他的观点呢？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人公益的一种表述，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有能力，只要你有意愿的话，就可以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可能我们日常所关注的，可是都是一些大企业家，或者是那些大明星，他们做的慈善公益活动更有传播力和影响力。但实际上，我们反观自己的话，如果我们有意愿，你就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你身边的人做起，然后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他也是一种从小爱到大爱，然后我们会体现出他真正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一个慈善或者公益我们愿意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前景。其实呢，原来我特别崇尚一句话，说先要学会给身边的人鼓掌，你再去学会给陌生人去捐款。对，其实这个爱是应该先有小爱才有大爱，是的，然后是由近及远，这个顺序才是合理的，符合人性。对，好，力所能及，点滴公益，只要有心，小爱也温暖。那同样是这样的信念呢，让新浪微公益平台自上线以来呢，最大化的动员了社会公益力量，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人、企业、公益组织的三方共赢。他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2011年，他入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新浪微博的上线引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新潮流。他开创微公益平台，为求助者、救助者提供一站式的平台服务，从免费午餐、爱心衣橱，到微博打拐、冰桶挑战。新浪微博孵化出一个又一个经典公益项目，微公益汇聚了最广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我为微公益代言，拇指之间就可以献出你的爱心。他就是微公益创始人曹国伟。从免费午餐、爱心衣橱到微博打拐、冰桶挑战，新浪微博啊，孵化出一个又一个经典的公益项目。微公益汇聚了最广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慈善，几百万民众的爱心通过互联网汇聚成强大的暖流。微公益创始人曹国伟也因此荣获了第二届 CCTV 年度慈善人物。当我们有了爱心、有了行动之后，其实我们会更加的去关注平台啊。我记得在雅安地震的时候呢，曹总，你们的新浪微博公益平台劝募24小时就募集到了将近6000万的善款，这个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微公益的价值所在呢？应该说这是微公益的一种集中的一个那个作用跟那个效果的体现。大家都知道微博其实它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可以分享、可以传播的这样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那么微公益是建立在微博之上的这样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公益的服务平台，所以我相信有更多人参与的话，这个平台的作用会更加的强大。再壮阔的波澜也源于点滴，再微小的爱心也会种下希望。再来看一位商界强人，他出身啊中医世家，征战商海数十年，却始终满怀悬壶济世之心。我们请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香港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为我们揭开谜底，有请。刚才国立老师说的这位嘉宾是一件国宝级的书画，它是由我身边这位许荣茂先生花巨资购买后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它的名字是丝路山水地图。2018年春晚，国宝丝路山水地图成功亮相舞台。这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图卷，辗转多国后终于回归祖国。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花费1.33亿将丝路山水地图买回，并无偿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保护和弘扬中华文化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去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我把这幅流落在海外多年的国宝丝路山水地图带回家了。
皆是我的荣幸，更是责任。许荣茂出身中医世家，他在实现自己企业高速发展的同时，还始终满怀悬壶济世之心。丝路山水地图的回归，是他支持保护和传承中国文化遗产的一次重要尝试，而他自己的公益版图却不仅仅局限于此。做慈善其实是不分大小的，只要大家奉献一份爱心出来就可以。西部的贫困乡镇有他捐建的百余所世贸爱心医院，爱心医院的建设为当地几千万的病患民众带来了康复的福音。我们要让这100所医院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才对。做慈善就是帮人，能帮到位，那我们心里就很高兴。许荣茂还携手众多企业家创办了中华红丝带基金，为防艾抗艾事业竭尽全力。同时，他拳拳赤子之情心系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为帮助新到港的人士，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共建美好家园。20年来，他始终身体力行，勤勉务实地践行着自己的公益慈善理念。除了积极以外，带动或者号召更多人来一起参与做慈善、做公益。身体力行、勤勉务实，投身慈善20多年，许荣茂以仁者善心问鼎2014慈善榜中国首善，同时呢，也荣获第2届 CCTV 年度慈善人物。许总你好，其实当你有能力帮助到别人，改变了别人命运的时候，也是内心最快乐、最满足的时刻啊。但是呢，同时我也在想，您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做企业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您怎么去平衡啊慈善公益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两者会有冲突吗？其实两者不会有冲突的。因为企业要发展，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企业家当事业有成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回报社会，慈善公益，企业家们应该把它当成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会把慈善公益当成我终身的事业去推动。说得好，慈善的确可以是一生的事业啊。徐总曾经说过，只要尽心尽力为善，就能心安理得为人。我们感谢徐总的这份尽心尽力，谢谢您，徐总，谢谢。金教授，您看哈，今天我们说的是慈善，其实呢，讲的就是责任。那您如何来解读啊？企业在做公益和慈善的过程中的责任和担当呢？这里的责任啊，并不是说你违反法定义务以后要承担的一种惩罚性的一种义务，它事实上是一种主动的承担，是一种担当。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企业在这个社会里面，它其实是不光要提供合格的消费这个产品，同时保护它员工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在除此之外，还要力所能及的去对一些社会问题去进行它有责任的担当。那么这里包括了捐赠，也包括了它可能会把企业员工变成个志愿者，然后让他们去解决一些社区的问题，或者甚至成为一种专业志愿者，去参加一些各个领域的这样一种技能和知识的提供。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能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不是仅仅局部于说我简单的捐赠，甚至还可以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比如说网络互联网公司的，或者房地产公司的，它的这个环境的保护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社会里面，企业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公民。对，其实呢，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给中国的企业家呀好好的定定位，是吧？原来曾经一度我们认为这些人，尤其是民营企业，他们挣钱呢是很贪婪的，他们甚至于会像那个阿里巴巴40大盗什么那里边描述的是躲在被窝里边去数钱。其实作为企业家，人家怎么能够看得上这点钱呢？对，怎么能够那么没出息呢？更多的人当事业有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钱对他来讲已经不重要。就会